点个赞哦。我想抽到一个隐藏款，不知道能不能抽到，就给它拿出来。不用猜我都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，肯定是一只企鹅，看这个颜色我就知道了。小企鹅也是很可爱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里面是什么吃的。哦，是这么大一盒饼干，但是它没有给我勺子，教我怎么吃，难道用手这样挖着吃吗？把它挤出来。哦，好像一座火山一样的，这么大一坨啊。哎呦，不给我勺子我就吃不到了吗？一点都难不到我，机智阿中，还是不错的。来玩一下它这个积木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考验我智慧的时候到了。我们首先找到这个，然后再找到这一个，再找到这一个，这样给它装上去。我一个人觉得还是有点困难的，呼叫孙悟空，快点来帮我组装一下吧。哎，没问题，俺老孙来帮你。我给你拼好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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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这个是什么？你这个孙悟空，你给我拼的什么？这个不是猪八戒吗？哎，这个不是企鹅吗？这是一头猪，你们玩我企鹅，搞错了，我们赶紧跑吧，二师兄，我们跑吧，一个筋斗云，噔就跑了。这猴子把我的企鹅弄没有了，我也要去找我的企鹅去了。好了，又是开心的一天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